羽球戴资颖表现无懈可击，中国奥运金牌，世界一流的选手。世界球后戴资颖本季写下五连冠、29连胜的超高胜率，无懈可击的表现置办女子羽坛。中国名将傅海峰也感到相当佩服，力赞戴资颖是世界一流的选手。傅海峰的职业生涯写下无数辉煌荣耀，是中国不可或缺的男双主力，曾拿过二届男双奥运金牌，世锦赛拿下四座冠军，亚锦赛夺得一金一铜，苏迪曼杯更创下连六届夺冠的出色成绩。34岁的傅海峰挑战七连霸失利后也宣告正式退休。近日傅海峰出席海峡两岸体育交流运动会，谈到过去的到台湾参赛的体验时给出了正面评价。他说，台湾的羽毛球氛围很好，对于运动员的基础训练也很不错。傅海峰就以戴资颖为例，大赞他是世界一流的选手。他还提到了台湾整体的羽球环境，台湾运动员的训练水准很高，对抗能力也很不错。有不少台湾大学生前往北京参加海峡两岸体育交流运动会，除了和傅海峰、赵云磊互动交流，还有机会与羽球国家队队员切磋球技。